Tiene mi chama ahí, ¿no?我们现在呢，继续往上走，到上面再找一样，看还有没有新的发现。走吧，这里有那个野菜，我们挖一点野菜，然后今晚煮着吃，这种很好吃的。你看，现在这个比较嫩。 这是那个，这是王庭药材，野生的嘛，是在山上的，野生的啊，在山上是大家的，我们挖回去摘，是我们自己了，这个好像可以吃吧？可以，是高档药材的，今晚拿回去吃了。好吗？可以吧？好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我们挖回家吃。这个卖的话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啊，这个在市场。好重好重！这些药材在市场那差的话，一公斤50块钱。啊，太便宜了。很假的。差点从这滚下去，你们看，哦，这里好陡，我差点滚下去了。哦，屁股疼死了。我看见差点从那上面摔下来。哇，你看。这里全部是这个石壁，从这里摔下来的吧，那我得要休息一段时间了。我们现在要回家去了，这天气也是马上快黑了。从这里回到家里应该还要一个多钟，回到家的话可能到半路都黑了。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呢，点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